Donkey 呢，听了好一阵子了，但一直都还没有来看看。那这一天呢，就来一探究竟。哇，这里有三层楼高。Donkey 呢，在雪隆区已经有好几家分行了。那这一天来到的这一家分行是着落在 Lotte 里头。咦，一进门就看到了这一些转转机，小时候我们教它转转机，你们教它什么呢？我的父母也很好奇 Donkey 里面卖的到底是什么葫芦，我爸有听说过却没有看过，那这一天他就可以好好的看看啦。说实在的，我感觉我自己就好像在一个批发商一样，那些货多到哈，家喻户晓的 KitKat， 想到日本想到抹茶哦，还有小麦口味。哇，太多了，吃的嘢好多好多哦。有的有用的东西，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。这是年轮蛋糕。年轮蛋糕是日本人逢年过节的送礼上品，也是一些新婚夫妇给参加婚礼的人的一个回礼。好得意的是呢，这个是德国字来的。是的， Baumkuchen 是德语。那年轮蛋糕呢，其实是在第一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由一位被解押到日本的德国甜品师傅制作，并在那里发扬光大，深受当地人的喜爱。为什么我说特别呢？因为呢，它入面呢是有含的。这里的零食实在是多，看到我眼花花呢。我小个的时候，我这个公仔饼，我们叫它公仔饼嘛，以前是一模一样的嘛。这里的巧克力也有很多品牌和口味供你选择。听过转角遇到幸福的说法呗，在这里呢，转角遇到抹茶、干果也一大堆。好了，来到二楼，一上到来看到的尽是饮品。哈，还有他们的广告歌呢，一直不断地传进我的耳里。哈哈，这就是我们这里俗称的得。广告歌听下听下，感觉可以朗朗上口了。
哦，这里卖的呢，都是在烹饪时候用的配料或者是调味。海藻，我们呢都通常会叫它们紫菜。啊，呢度有啊，呢个。呢个系最中意噶啦，呢个 mayonnaise 好香，做 sandwich。多少钱啊？这个大支的18.99 OK， 这个小支的，小支的价钱5.50 OK 啦。这些 mayonnaise 都好多好多好多份。Sorry。啊，这里也有卖在农场鲜榨的果汁。这边也有卖和牛呢。东体里头真的是人潮汹涌，看看嘛，真的是好多人啊。这里头还是有一些比较平价的牛肉。甚至还有特价呢。所以当机有连呢个饼干都有卖，佢有 pack 好嗰个时间，时间哦有讲好好咗嘅，5月21日今日。今日到期啊？今日 pack 嘅，今日卖，都算系新鲜咯。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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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，这个看起来好味道。95片啊，咖喱炒饭95片。系系，呢个脚嚟嘅，系嚟嘅，358。59，哇！正冇咁大支，可能食过咗嘅，食过咗嘅。我哋有咩？喺边度食？香港，香港千几口啊！怎样？你爱吃寿司吗？我爱耶。如果你是爱亲手做寿司的，那这里绝对也是你的好去处。
来到三楼，先看到的也是食物。哇，在 Donkey 里面都是吃吃喝喝。终于看到了日常用品的部门，美容美妆的产品也不少。你要怎么样的面膜，任你选。用具相比起来不会有太多的选择，但看起来呢还是会有点眼花缭乱。这整体的简单包装有吸引到我。咦，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品牌，我是被他们的包装设计吸引的。这里呢也是有一些品牌的专柜，但不一样的是这里并没有人服务。美妆品还有用具都不少，可以慢慢看。最后还是看到了食品，这是杯面。这里也有一个空间，有好几档熟食档，让你在这边用餐。这一个好吸引人耶，我看到这里呢，很多人都人手一包提着去付钱呢。好嘞，我们终于逛完了，可是你看人潮还是很多呢。 OK， 终于到此一游。终于有机会揭开 Donkey 的葫芦里面到底是卖些什么。 OK， 谢谢你们的观赏。